林姿莹，专业职能治疗师，专长于儿童注意力训练与青少年发展。当孩子们用双眼观察事物时，就会在眼中形成一个素材媒体资料库。因此，对学龄前儿童来说，视觉一直是他们获取资讯一个最好的方式。除了知识和专注力的提升之外，右脑更可以将接收到的讯息图像化，让它变成一个更可以吸收的资讯，进而增加我们过目不忘的能力。733右脑图像学习法就是一个以视觉提高孩子们学习效率的好方法，让他们能够轻松有效的学习。